開始好啊。係啊，入緊劇組，喂劇組，入緊劇組啦已經。係啦，咁我就開咗第一場，跟住嚟緊咧都會繼續拍同埋繼續做。係啦，咁我就係咯，啱啱第一場嘅拍劇嘅經驗就好神奇，可以用三個字去形容：快、靚、正。我冇諗過咁快脆。係啦，我哋等阿天文，天文姐。可唔可以都順便對唔住啊？好多謝。繼續繼續，快、靚、正，好嘅。快、靚、正，係好似我哋咁。對手戲多就係、是、我嗰日有陳瑩啦、羅旭儀啦，同埋兩個，仲有幾個嘅，仲有我爸爸媽媽就係、是、邵美琪前輩同埋關麗傑前輩，係啦，佢哋都係好 nice， 好錫我，跟住就好好感受到愛嘅感覺，嗯。我覺得都未遇到，暫時未遇到難嘅一樣嘢，咁但係。我覺得之後會有一些難的地方，就是要做一些比較有挑戰性的戲，即可能喊啊，或者不同的語氣等等啦。所以我覺得啊，同埋我要有一些嘅嗰啲叫咩啊？手部肢體語言。唔係肢體，嗰啲感情戲，跟住我就唔係我的強項，同埋咩都唔知道，所以就要向他哋學習。